次五倍券哦，差一点盘中还出现所谓的节外生枝，为什么呢？前几天其实疫情差一点要爆发，还好后面疫情有效的压下来。那压下来之后呢，这次本来是预计在十月初，目前呢就按照进度，可是呢这次错，千错万错，错在一个地方。官贸网路其实这次他们有说明哦，他们就说去年三倍券瞬间最大量是44万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大概就是以40万到45万之间的量来做整个网络瞬间流量的一个控管。结果呢，第一天就爆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什么事？因为第一天就放大决，我们这次呢申请网络绑定的400万张的好时券，一张500块钱。好多人就说，哎，想一想，400万张而已，哎，其实400万张很多啊，大家就冲进去哦，冲进去，结果呢？官贸网路已经说了，我给多少呢？我给40万到45万，结果瞬间流量进去88万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爆啊，知道爆单啊。那爆单一开始怎么样呢？所以这个什么500.gov.tw 这个呢，一进去又开始空转了。天哪！结果空转完之后，哎，糗了。你知道为什么糗了呢？出现乱码，乱码当中出现了一个滚。哎，这是怎样啊？乱码当中就真的是乱码吗？对，乱码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滚字哦。是谁要滚？对啊，所以因为官网涌入了大批的人进去绑定哦，所以一早他就卡卡的哦，结果出现这个滚，这个滚他其实还想一想还挺好笑的，太妙了。但是这次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次我们只能说哇，唐凤真的是太认真了，拍出来了他就出来，然后化身成唐凤兽，哇，又唱歌又跳舞的，一直跟大家说看我召唤啊，然后很多的什么优待啊、绑定啊，全部都出来哦。那这次其实呢，我再跟各位说哦，其实这次五倍券，想一想挺划算的哦。为什么挺划算的呢？很多人会说啊，这个是我未来要缴的税啊。可是各位，你税能够退给你，能够让你好好花，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哦。那这次唐凤他做完之后呢，现在就有几个了。实体券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哦。这次他特别一口气把标准流程全部都做完，所以呢。共同绑定这一块很重要哦，为什么呢？它其实在共同绑定之前，前面有一张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先个别设定。对，我个别设定完之后呢，我一个人先把我自己的设定完，设定完之后呢，我就可以进入所谓的一个共同绑定。共同绑定呢，这次什么意思？它并没有说一定要是在身份证或户口名簿里面的，主绑定人跟共同绑定人最多5个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这些绑定人呢，你可以是公司的同事，对，你可以是同住人。你又说很多人他share了一间房子，共同住一间房子，这个也可以。那现在重点就来了，为什么会有这些动作？因为他有一些细节要做。例如说，我们可以发现哦，第一个共同绑定第一批是9月22日到10月1日哦，然后后面的话还可以退出哦。所以其实政府做这些事情哦，是还蛮便民的，但蛮便民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细节要做。但是第一个要有读卡机，对。你一定要有五倍券的官网进去之后加读卡机，健保卡加主绑定人跟被绑定人的健保卡嘛。那很多人呢说我没有读卡机怎么办呢？去超商的事务机。那如果没有超商的事务机呢？去用快易通 APP 产生 OTP。这时候很多的老人家听到这边大概已经头眼花了，纸本好了啦，就开始在听不懂了。那很多人这时候进入唐凤的脸书，他们就发现哦，有一个问题很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。这次为什么大家沿路冲，沿路冲，在冲什么呢？一开始我跟各位说嘛，这次400万张的好时券先放大决，先弄出来，可是后面是一套又一套的绑定加绑定嘛，结果一绑定呢，有些人我5个人共同绑定已经绑定好了，结果绑定其他的部分没有锁不进去，内部有 bug。怎么办？就是选这个易放券说被 bug 嘞，对，就直接就锁住了嘛。就是说很多人进去，你看弄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弄好，怎么处理哦？啊，其实第一天哦，难免都会出现这种现象的，有时候可能就是要等一点时间哦。所以今天其实部长哦，在整个内整个部。王美花部长已经说了哈，说这次时间比较长，因为我们这个从十月份开始用，可以用到明年四月，好，可以用到明年四月，可以，所以时间会稍微再长一点。然后重点是后面呢，很多的好处会一样接一样，例如说有国旅券啊、农游券啊、易方券啊、动资券啊、客家券啊，所有的政府它通通会动起来。但各位不要只有看这些所谓的中央级哦，我认为地方后面的加码会一道比一道精彩。OK， 这个是可以用在哪里啊？这个很多地方可以用啊，例如说旅游券啊、农游的部分啊，这次的客家庄券，去年的客家庄券回溯都还不错，因为很多
地方客庄的那些很好的文物、很好的农产品，去年卖，后面都卖的，因为我们这次有去年的一个惯例，可以后面持续来做追踪。中签率要怎么样可以高？中签率的话，这次就是大家先做设定，设定完之后都是集体抽签，到时候就看多少人进去用哦。那我们要回到大家可能比较觉得，可能会觉得很无趣，但我认为这个比较重要的纸本。现在说哈，这次的纸本会有三张，1000的、500的跟200的哈。10月8号开始开领哦，可以用到明年的4月30号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说哈，很多人会说啊，我就有手机啊，我习惯都用所谓的电子支付啊。可是我认为哦，这次纸本的各县市应该会放大决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明年要选举。那明年要选举的，我如果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，把我的地方特色做好，所以各位请记得哦。第一次预约是在9月25到10月1号，第二次预约是10月25到10月31号。这次的5倍券，大家要好好的把握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刺激台湾的经济，我们除了疫情要控制好，我们的经济也要欣欣向荣。